回来了，山壁上一只哦，右转。有了白点，那个有没有？拍鲁池拍拍，听到后面有游隼在叫，然后回头看一下，它刚好在这个位置拍翅膀。有那边山壁上的白点啊。这只是小的吗？不来是那种三针面，好可爱哟、喔！这边是人，对啊，是神鸟，好可爱啊！没有，真的，这个可以拉很近哎。站在这边的，没有上次来就是让他叫我，然后又回来。谢谢。在刚才在拍鸬鹚的时候，山壁上这只游隼在叫，他刚回来的时候在叫。这季节应该跟龙洞一样不常在叫。应该起地去吧。刚好看现在这时间回来。龙洞要那么，因为那么胆小。龙岗好别呀。现在今晚这些车子，那也是小勇港跟上面飞的，哦，那不一样，看吧。哎，飞走了。太快了，没拍到。没关系，有录到。飞走了，飞进里面了。飞走，飞太快了。